你的尿中毒以及中暑，还有如果想拉屎的，现在去拉。拉屎里面有。明天我是否又将不断重复今天所犯下的错误？呜呼 ，lucky lucky lucky， 总有等有人跟我唱这首歌，只等待运气变好的时候，等待有人原谅我犯过的错。送我等待有人对我唱这首歌，只等待运气变好的时候，等待有人原谅我犯过的错误。色的乌云又飘来可杀，连绵小雨下个不停，在窗户的旁边抽乌鸦。刚刚想要看到的我结果被炸，烟又不见。不过或许今天我的朋友就回来救我哟。我正在想今天是。今天是昨天的也在重复，明天我是否又将不断重复今天所犯下的错误？呜呼 ，lucky lucky lucky， 总我等待有人对我唱这首歌，只等待运气变好的时候，等待有人原谅我犯过的错误。Lucky lucky lucky。总我等待有人对我唱这首歌，只等待运气变好的时候，等待有人原谅我犯过的错误。呜 ，lucky lucky lucky， 总我等待有人对我唱这首歌，只等待运气变好的时候。不要中暑了，要一定要多喝点水。就像我早上也抵不住诱惑，喝了非常多的啤酒跟 Highball， 然后希望各位谨慎的补充水分，不要中暑啊。然后感谢台湾记，我觉得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拍贴机有摆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拍贴机有摆，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。我早上六点就起床了，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。然后我早上六点就起床，一切都还蛮顺利的，非常紧张。然后可肯定就是一切都蛮顺利的，然后可肯定就是很不要中暑嘛。所以其他你买不买周边，我也不是很介意啊，因为老猫所有东西都会滞销，所以 I don't care， motherfucker。可是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在做一些很屌的音乐，让你听听看不一样的音乐有多酷。为什么只有我的位置会有太阳直射？因为你很红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如果现在跟大家说，我觉得今天超凉的，没有人会相信我。是，啊，这个冷掉了。好，继续演，我们要唱到三点，我们准备超多歌的，继续唱。十二首，好不好？一寸法师。新乌龙院。我是天都变放六那才。还有那么多，还有多少地沟的街上晒太阳。我的肚子早就是想重新吃多余的
热血，为了他我从地狱回来。我夜夜在花朵，让你见证可爱我穿梭。我在月亮下的杨柳中，月里开在等待群众派。目前为止都超屌的，屌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做我自己。你看在台上这样子那样子，你也是会喜欢嘛，对不对？三枪新歌。树叶的山丘，山坡也留不住小草和石头。我乘着落山风和滚动的泥土来到狩猎的尽头，狩猎的尽头。伤心的猎人，那也像我开枪般用寂寞锻造的子弹，心脏留下的小洞，可以当作蚯蚓的小窝。或者和慈爱裂嘴的数字笑话给我听，我开心的流泪，但我想我的一辈子都会像孤单，也看不了我安静的趴下。黑色的眼睛听着黑色的洞穴，电话失去也不可惜，化为白骨成歌。我年少的这些梦想终于变成个命运会残忍的意外的折磨。无尽的夜晚，无声的萤火，层层的石头将我掩埋，就像古代的海洋动物一样，我们一起变成一大片黑压压石油。无尽的夜晚，无声的萤火，层层的石头将我掩埋，就像古代的海洋动物一样，我们一起变成一大片黑压压石油。无尽的夜晚，无声的萤火，层层的石头将我掩埋，就像孤单的海洋动物一样，我们一起变成一大片黑压压的石油，一片黑压压的石油，一片黑压压的石油。有超多，就是超多音乐家都很厉害，
然后老猫付出，其实有一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知道，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我们音乐很屌。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，就是不会红而已啊。好啦，你追踪一下我们的 IG 啦，因为老猫侦探社其实永远都在经营 Facebook， 就谁知道妈祖克伯就是不争气，就 Facebook 就没有人要看了。好啊，看一下 IG， 然后如果你今天觉得很热，然后你又没有帽子的话，老猫帽子也不是卖的特别贵，就是600块一顶而已。然后如果你喝酒，比方说那天 Seven 为了台湾季而开的嘛，对不对？他卖了超多，我昨天有去勘察一下，他卖了超多 Corona 就是啤酒瓶，啤酒瓶就是需要开瓶器。那老猫也有卖一个永远不会掉色的雷射的开瓶器的钥匙圈，100块哦，有兴趣支持一下，在那个艺人周边的贩售区。哎、欸，你好像我 C 的一个班底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继续唱新歌，不要废话多说。这首歌也会得格莱美奖哦，小船。
思想，穿上最厚的红外套，感觉到了吗？刚入家里的太阳啊，虽然是牛，我看冷却凉白，是不是站立推送责任到了寂寞？我真干了自己确认，我还有没有活下去的能力？电风扇一打开吧，让暴风雪狠狠地扫过我的脸颊，我的爱人的脸也看不清楚了。最后一首歌《乡下人》，等一下啊，给我两秒。对，不然要超时了。有空可以来看我们的专场。也曾想到最后街角的大王口罩，从此的让自己丢失的乡下，那轻轻的小草也会埋死掉那朵毛球树的芽。人们在想些什么？那小河它一步一步翻到大家门口，人民存在着这指尖的交锋，让全世界变得疯狂。从村里让自己丢失的乡下，那青青的小草也会埋死掉一颗毛主席的芽。人们在想些什么？那小河南过一步的大家门口，有你存在这世界的夹缝，让全世界变得疯狂。我的牵挂的都是
合照一张好不好？我们是老猫。谢谢老猫真难色，大家给他们再次热烈欢呼。好，跟各位讲一下那个刚刚导辉有话要我跟大家说一下哈、就是、他快气死了好不好，那一天那一群大家帮我一起看向那一边好不好，那边其实不能放露营餐垫跟帐篷，对，完全不可以放。